叮叮当叮叮当，让人开心的圣诞节来了。小雪堂也准备了圣诞节特辑哦。你知道，因为打击乐器种类百百种，所以经常看到打击乐家在舞台上一人扮演多种乐器角色，忙得不可开交。这种状况我们通常称为综合打击乐，英文叫做 multi percussion。这次的小学堂就要使用综合打击乐的形式来演奏欢乐的圣诞歌曲哦。影片里使用了豪声的小风铃、道夫高音铁琴、带沙铃、方形音砖跟十二铃弦铃，一共五种乐器。你也可以试试看一个人使用这些乐器来演奏哦。